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 NBA 常规赛1月15日继续进行，最终步行者以111-87战胜开拓者。首节开始，布罗哥登连中三分，帮助球队6-0开局。开拓者不甘示弱，迅速回敬7-0反超。一阵互有得分后，步行者接连强攻内线得分，6-0占得先机。开拓者则回敬一波9-2再度反超，双方持续僵持。最后特伦特的三分让双方以26-26平手，结束第一节。次节上来，各拿两分后，场上风云突变，开拓者状态全无，步行者趁势轰出一波12-0拉开分差。麦克勒姆上来连拿四分止血，但是霍勒迪兄弟俩连拿九分率队轰出一波19-2，瞬间领先到25分。利拉德罚中二球后半场战罢，步行者以59-36领先23分。一边再战，麦克勒姆、纽基奇连中三分缩小分差，霍勒迪迅速三分稳住局势，但是利拉德连续得分助攻率队又是一波10-4追到14分。随后双方各自打出一波小高潮，安东尼的三分一度缩小到11分，但是最后麦克德莫特的上篮还是让步行者以84-71领先13分结束三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节纽基奇右手手腕骨折离场，本场不会回归。末节开打，双方各自得分后，开拓者连续失误，步行者抓住反击拿下4分拉开分差。利拉德快速三分止血，但是随后萨博尼斯在内线无人可挡，他连续强攻篮下得分，一度将分差拉开到24分。比赛就此失去悬念。步行者这边，萨博尼斯23分16板5助，特纳11分10板4帽，布罗戈登25分5板7助，麦克德莫特16分。开拓者方面，麦克勒姆22分，利拉德22分6板，纽基奇5分8板，安东尼10分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